们有三大主轴，第一个是离岸风电，就是到2035年的部分，我们会从陆上变电站扩大到海上变电站的部分。第二个是在辅助服务部分，会扩大储能系统的业务，从承揽工程扩大到运营管理的部分。第三个是针对目前5G 的世代来临，我们会扩大我们的 IDC 的事业，从机电工程扩大到统包工程的部分。我们转型会从过去的承揽工程，未来希望提供服务，提供给客户 Total Solution 的服务，同时复制在台湾的成功经验，可以发展到亚太的其他国家。其次，我们拥有众多且丰富经验的工程人员，能够如实如期的完成案件，并且完全符合客户的需求。是我希望我在东元这部分可以让东元在台湾的能源产业成为龙头，所有的新进能源都认同 TECO 这个品牌。